谢我们的北安老师，还有谢谢我们的可丽姐。好，再来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周汤豪。好，这个都 OK 的话，我们要看向左边。好，跟粉丝。左边的摄影朋友们，好，中间的摄影师，我们再一次，你要自己回答还是你要回答？有没有遇过？有没有遇过焦哥？他问我说，要不要问一下焦哥？不用吧，不用吧，我已经跟那么多男生演过对手戏。所以第一个是你会不会有点怕，或是有点忌讳之类的？其实我跟，因为我们也不能透露太多的剧情，但是我跟耿荣其实算是。某一部分算是兄妹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说请大家希望这部戏焦哥也来客串一下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当然 OK， 我完全不会忌讳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我会觉得应该还蛮好笑的。那你有推荐他吗？我回去跟他讨论看看。焦哥好像说今年准备要玩或者吗？考试啊？我本人不知道这件事，有没有计划了？没有没有，跟之前我希望还可以，就是不要这么快步入人气的生活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我的表演演戏的心态其实是会有改变的。对，然后我希望自己可以再更好。那要给自己的时给一个时间吗？或期限？最晚最晚30岁以前。谢谢谢谢。